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朱莉亚美国多彩生活的频道。今天我们已经进入蔬果写生的第七部分。我们今天会把篮子的部分和这个西红柿的部分，还有就是背景的部分做一个比较进一步的刻画。关于这个篮子，上一期画的时候呢，其实这个阴暗面没有画出来，所以我今天呢就把这个阴暗面是一次过的就把它铺完，因为一根一根的去画还是太痛苦了。如果把整个暗面铺出来以后再重新在暗面上面去刻画呢，会比较准确，也比较容易。西红柿的时候，很多的时候我的这个手抬得比较高，就把这个画面都挡了，所以没有多大意义，展示出来我就把它都剪掉了。其实剪片子呢真的是一个难题，刀刀都是肉啊，都舍不得剪。所以呢剪片还是让别人来剪比较好。
好的，今天我们就画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